不过今儿砍这些还小数，这活也不多吧。你看它有什么漂亮。院都漂亮，看外头，这一说这边的都不要。来，哇，那你就选择准备了。嗨，又买一把彩票。嗯。Yep. And Tom 14. 走，老板。走。哇，这彩票卖多少钱？小道的去。八块六毛钱，看财务。加油！睡这个香啊！是，咱们奶奶姑姑都哭了啊！香啊！那好吃，那好吃，闻着味儿了。哎呀，好诱人呐！哎，真不错。睡醒呢，跟谁？跟小女生。哦，我们家女生体检了。没有，今天下一个队员，再笑一个，下一个，再笑一个，再笑一个。哎呀，你也笑了，把这边挪一挪。哎呀，出门了咱啊，出门了。人愿意出门，你整笑的。出门了，不用在家待着了，我们溜溜去了啊，门门去。出门串门去，去陌生人家串门去。哎呀，队员。咱们去大城市哦，市中心，嗯，当趟，咱去当趟啊，逛街去。慢着的一个，有一趟嘛，就是走你们家后面啊。哦，够吹呀！老公天天听歌，就搜搜做这个上下班啊，都从这儿运过来，很难搬走那个港口市。大孙儿多少号啊？42，来管我们。大孙儿，我们今天上当趟来玩来了。吃完晚饭，儿子说开车拉你们上当趟溜达去。我这狗公园儿。妈，你看这狗多呀。嗯。今天可来到大城市了，看看有高楼，当趟市中心。2903 是在最晚头这个楼，也就是说它正往北就一个炉灶，没有炉灶的啊。嗯、除了这个之外，一个类似 king size 的 bed 啊，我把灯开。户外的风景。进门看看，这个每个月的管理费是811，就是便宜的。这个东西它是存在一个那什么的，它是主要就收这管理费。但它这个光线特别好，虽然说呢它阳光的光线不会好，因为它这是正朝北，但是它呢它是有很大的窗户，这个面积是好。圣劳伦斯市场，一月份的。儿子今天给朋友看房子。我们就跟来上当趟来溜达来了。哎，平时在世家堡待的像大农村似的，今天上市中心了，看这市中心多热闹。我们抱大姚来的，出来玩也是可开心了，看那小样，高兴小嘴嘟噜的。
来到一个地方，这个我没办法。走吧。都开灯吗？妈，你看这新的，这个房间挺新的。那哪是卧室啊？没卧室。哦，是这样的 studio。咱看一下这个是也挺好的呀。嗯，起码这里都可以做饭，还有个大阳台。这是 style， 我先把灯开，你们先那什么，是不是？这里放餐桌，然后那你床放哪儿啊？可能这个就是你现在这个市场旁边就办公楼。这个是容易来一回大城市，这俩姑娘搁前面非得要喝点啥，我也渴了。喝点啥？带大姚，带大孙儿。走吧。大姚都乖，上外边见风了。大姚啊，出来玩。大姚有时候长大了会住在哪？是也住在石家堡啊，还是来当趟和小女友们住在一起了呢？是吧？啊，像老爸一样，也住另外一个小镇，另外一个省工作。你吃吧，我吃可丽露。给你俩吃吧。这个做的很那什么，是得先撒一层辣，然后在里面再注入那种半夜。尝尝。大姚，干嘛吃啥呢？你们就完了，你就只能听大姚在里面哭了。这要有407，钢琴、羽毛球，前一轮就是。